Franklin Telescope 范克廉望远镜。咁我系vocal 同埋吉他 Kenneth， 我鼓手 Wilson。我是 keyboard 手 Kingston。 你的音乐呢最主要就是有玩 groovy 啦、 funky 啦、 和 soul 加一些 blues 和 jazz 的元素这样就捞在一起。音乐创作的灵感呢最主要呢就譬如、我平时会听，譬如有些歌我作的话，我就平时可能听一些 funk 啊、一些 blues 啊、一些、一些 groovy 的音乐啦，或者 soul 的音乐这样。那我跟着呢可能个脑会作咗一兩句 motif 或者一啲基本嘅結構先嘅，然後作好之後咧，咁我就會拎呢個 demo 咧，就拎翻去夾 band 時，大家傾個方向啊，然後點樣做，咁慢慢咧就大家拎啲 idea 砌下砌下咧，就會出嚟砌咗一首歌啦。通常我哋作歌就會咁作嘅。希望多啲人真係真心中意 funk 啊 soul 呢類 music 嘅人咧，可以真心中意我哋音樂，吸引到更多呢類型嘅觀眾啦。因为其实在香港来讲呢，听这种音乐的人呢属于小众，所以我们对 band 呢玩的类型也属于小众，我希望这个小众可以慢慢扩大，由我们对 band 开始扩大出去。